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《幸福人生》。我们的女儿已经失踪四年了。四年前夏天，王璐去乡下照顾生病的婆婆，已经住了半个月。女儿欣欣闹着要去找爸爸，于是我开车带她去乡下。在路上，女儿突然急切的要上厕所，我便把车停在了路边。刚打开车门，她就自己跑下去了。 一人的玉米地，他转眼就冲了进去。欣欣，等等妈妈，别乱跑！我拿着纸巾去追他，茫茫的玉米地里却再也看不见我女儿的身影。我拼命的喊欣欣回来，可是没有回应。我立刻报了警。随后，我公婆的哭诉声、王璐的吼叫声，还有警察一次又一次的询问。 各种喧闹的声音把我撕得粉碎。孩子丢了，找不回来了。欣欣如果还在，如今应该已经十二岁了。在欣欣十二岁生日这天，我为他准备了漂亮的小皮鞋、小袜子和百褶裙。我把家里布置的特别漂亮，房顶上挂满了气球，还购置了仙女棒。当王璐回到家后。 我有些不满的看着他空空如也的手，说道：“陆，欣欣的礼物呢？等欣欣回来后，他会不高兴的。”我一边推着他往外走，催促王璐去买礼物。王璐怒吼一声：“你够了！”他愤怒的推了我一把，喊道：“四年了，周海静，你疯够了没有？”我摔倒在地，小腹剧痛的几乎要昏厥过去。 王璐将一张检验单扔在我的脸上，怒吼道：“还有，你为什么要瞒着我把孩子流掉？”我倒在地上，失血很多。王璐也慌了，抱着我慌张的大哭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老婆，我只是想，如果我们再有一个孩子，你会好起来，我们的生活会恢复到以前那样，不，已经回不去了，再也没有。” 第二个欣欣了，欣欣会拿着手机甜甜的说：“妈妈今天真漂亮，我来给你拍照吧。”欣欣会抱着蛋糕来到我面前，告诉我：“这是妈妈最爱吃的草莓蛋糕，是她让爸爸陪着去买的。”欣欣会很认真的写日记，记录着妈妈今天涂了新口红，看起来真的很美。这就是我的女儿，我怀胎十月所生下的宝贝。 在这个世界上，不会再有第二个宝贝像欣欣那样说最爱妈妈了。我在六岁时失去了妈妈，二十岁时失去了爸爸，现在我甚至把欣欣也弄丢了。但幸运的是，王璐还在。王璐说：“老婆，你还有我，我会永远陪着你的。”在失去欣欣的第一年，我退出了公司的管理层。 这几年市场不景气，王璐一个人承担公司的重担，非常辛苦。我们一直在寻找欣欣的下落，王璐也很疲惫。我不想让他再为我的事情操心。在白天，我总是精神恍惚，几次一个人出门都差点被车撞到。去医院检查后，医生给我开了抗抑郁药。 王璐偷偷在避孕套上动了手脚，想要再生一个孩子，但王璐并不知道那个孩子根本无法保住。在王璐看来，我只是在欣欣这件事上有些固执，不想要孩子。我真的希望能像以前一样温柔坚强，不想让欣欣回来后看到一个发疯的妈妈。但是对不起呀、啊，女儿，妈妈实在是撑不住了。 王璐没有和我商量，就让婆婆带着她妹妹王小林过来了。两个人带着一大堆东西站在客厅里。王小林胆怯的看着我，生怕我会把他们赶出去似的。他还牵着一个小男孩。我坐在沙发上，冷漠的看着他们。我并不喜欢婆婆。欣欣出生那天，她撇了撇嘴说：“怎么是个女孩子？”然后就转身离去了。 不过王小林真的挺可怜的，她身上穿的衣服还是我以前寄给她的。据说四年前她谈了个男朋友，怀孕后那男人就消失了。王小林今年只有二十三岁，是个长相清秀的姑娘，可惜命运不佳。星星，快叫人家婆婆把那个小男孩推到我面前，催促道：“在家都怎么教你的？哑巴了吗？” 那孩子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，给我磕了三个头，用方言叫我妈妈。在我怀欣欣的时候，王璐对我说：“如果是个男孩，就叫王星；如果是个女孩，就叫王欣。”而现在，我的宝贝失踪了，王璐却带回了另一个星星。我只有一个女儿，我平静的看着婆婆，态度非常坚定。 婆婆气急败坏的说着，口水四溅。王家已经三代单传了，绝不能让香火在你这里断掉。儿子，这次你可不能听你妻子的。王璐的老家那边非常重视传宗接代的观念，即使你功成名就、锦衣玉食，只要没有儿子，那些人还是会在背后指指点点、议论纷纷。我曾经带着欣欣回去。 王家的亲戚们都很不屑，认为把女儿养得这么好，简直就是在浪费粮食。王璐安慰我说：“让婆婆住一段时间后，就让她离开。”这一次，我看到王璐眼中的困境，选择了妥协。我明白，婆婆作为一个寡妇，将王璐抚养长大并送她上大学是非常不易的。在这段时间里， 王小林每天都起得很早，忙着做家务、煮饭，非常勤奋。我曾多次告诉他会有钟点工来帮忙。家里的阿姨已因为有事回老家，所以这段时间我一直请了钟点工。早晨，我按时出门去疗养，却在乘坐电梯时才发现忘记戴耳机了。 当我回到家时，看到王小林正站在衣帽间里，他身穿我的长裙，脚踩我的高跟鞋，妆容精致。他对着镜子摆弄着各种妩媚的姿势，丝毫没有局促和朴实的气息，反而显得非常老练。妈妈，王星拿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发卡，兴奋地跑向他。 这是哪里找来的？王小林的表情顿时变得慌张，迅速抢过发卡，在王兴身上打了几下。不要乱翻东西！这么多天了，让你去讨好那个女人，你都做不到。如果不能留在城里，我们就得回家种地。我屏住呼吸，轻轻的、慢慢的退出去。我藏在安全通道里，这才敢稍微放松一下，大口的喘气。 眼泪不受控制的流了下来，整个身体被一股巨大的冲击力击垮。我靠着墙坐下，强迫自己保持冷静。那个发卡正是我女儿失踪前所戴的，那是她八岁生日时我为她定制的宝格丽特别款，独一无二。然而，那个发卡竟然出现在王小林的手中。王小林肯定见过欣欣。 这个想法让我全身颤抖，必须报警。但是当我刚拿出手机时，我犹豫了。仅凭一个发卡能说明什么呢？王小林若是死不承认怎么办？不行，我不能拿欣欣的安全当儿戏，我必须去找王璐，把事情跟他讲清楚。我立刻驾车前往了公司。周总，您终于来了。 王总正在开会。自从我在家休养后，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来公司了。沿途都是向我问好的员工。我赶紧去王璐的办公室等他。坐下后，我心里有些不安，拿出手机随意刷刷视频。过了一会儿，王璐走了进来。老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是不是不舒服？脸色看起来很不好。 我注意到他身边有秘书，只好勉强笑着说：“刚才看到一个视频，感觉很难受。一个男人为了和老婆离婚，和情人在一起，竟然将自己的一双儿女推下楼。”王璐为我倒了一杯热水，过来看了一眼，然后很自然的说：“这个男人确实很狠心，但换个角度想，如果他不这么做，带着两个孩子。” 还要被他老婆纠缠，他肯定无法开始新生活。我拿着那杯热水，慢慢抬起头看向王璐，突然感到一阵寒意。王璐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？王璐看向我，我立刻低头喝水，掩盖自己的情绪。老婆，关于过继星星的事，我觉得你可以再多考虑一下。王璐坐下，搂着我的肩膀。 轻声说道：“我只是觉得有个孩子，你也会更快乐一些。这段时间你也看到了，星星是个很懂事、乖巧的孩子。如果你担心他会跟我妹妹亲近，那我就让王小林回家。”我转头看着王璐，笑着说：“你和妈妈真的考虑过收养星星吗？我还记得你们那有个邻居，因为不能生育，就领养了个小男孩。” 结果被人笑话个没完，那你不担心将星星抚养成人后，他的亲生父亲会来找他吗？王璐的表情在那一刹那间有些许僵硬，我敏感的察觉到，他竟然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，或者说，王璐非常确定星星的爸爸不会回来。自从我爸妈离世，星星失踪后。 我一直认为王璐是我最信任和依赖的人，但现在我还能信任他吗？还敢信任他吗？当我二十岁和王璐在一起时，他一无所有，只有一身倔强。毕业后，我开始经营父亲留给我的服装公司，正好赶上了新媒体时代，公司越来越大，而王璐则进入了 IT 行业，虽然挣的还算不错。 但是工作非常辛苦和累。后来公司事务繁忙，我便让王璐担任副总一职，直至欣欣失踪，我退出管理层，将公司全权交给王璐负责。若连枕边人都不能信任，我还能相信谁呢？当我离开公司时，抬头看着眼前的大楼，感觉血液都凝固了。欣欣，我的宝贝女儿。 你究竟在何方？妈妈真的好想你。一路上，我心不在焉的回到家中，刚一踏进家门，就听到婆婆尖锐的声音：“你只是个下人，居然敢对主人家指手画脚！什么砧板不能切菜，还有我用什么抹布，难道还需要你来教吗？”婆婆气愤填膺，声音大的仿佛要震塌房顶。王阿姨无奈的说道。 厕所的抹布就不能用来擦厨房？我故意大力的撞上门，他们才注意到我回来了。王阿姨不是让你多休息几天吗？我走过去笑着说：“怎么想我了吗？”一见到我，王阿姨的眼圈就有些泛红。她说：“昨天给你打电话时，听你在咳嗽，我就赶紧回来，给你炖了些梨水让你喝。” 王阿姨在我家已经有二十多年了，我一直把她当做亲人。平时我都不让她做累活，专门请了钟点工。然而我婆婆却总是说她是个下人。我平静的看着婆婆说：“妈，如果您在这个家还需要这么辛苦，不如早点回老家吧，那里的生活会更舒适一些。”我婆婆的脸色立刻变了，竟然想要伸手打我。 王小林见状，急忙拉住婆婆的手，费劲哄骗，将她带离现场。我疲惫的坐在沙发上，不想每天还要面对这些烦心事。王阿姨为我泡了一杯蜂蜜水，为了缓解紧张气氛，故意给我讲一些闲言碎语。我这次去女儿那边，听到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，说村里有个男人了不得。 进城读书后，娶了个有钱老婆，一飞冲天。可怜那个乡下的童养媳，怀着孩子在家生活。现在还有童养媳的事情吗？我喝了一口水，感到有些惊讶。王阿姨笑着说道：“是啊，据说是那个男人的妈妈捡回来的小女孩，对外都宣称是自己的亲生女儿。” 久而久之，大家都真的把她当成了那家的亲生女儿。那个大姐还跟我说，她怀疑童养媳生的孩子其实就是那个男人的。我在听的过程中，感觉到了一点不妥。进了城读书，娶了个有钱的老婆，还有一个童养媳妹妹。阿姨，您知道那位大姐是哪里人吗？我皱着眉头问道。王阿姨想了想说。 这个我倒是没有详细了解，他跟女儿出来已经很多年了。不过他说话的口音跟你婆婆的确挺像的。我端着杯子陷入了沉思。王兴的眉眼与王璐其实有些相似，但我一直以为是侄子像舅舅，从未多想。如今我不得不多想了。阿姨，你帮我办一件事。我在阿姨耳边轻声说了几句。 王阿姨震惊的看着我，严肃的说：“小静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这件事办好的。”我让王阿姨拿了王璐、王小林和王兴三人的牙刷去做了鉴定。当我看到鉴定结果后，陷入了沉默。果然，王璐和王小林并没有血缘关系，而王兴虽然确实是王小林的儿子。 但却与王璐没有血缘关系。王阿姨轻声说道：“小静，我们是不是误会了王璐？他一直对你很好，不会背叛你的。我想起了父亲在临终前对我说的话：静静，你要记住，永远不要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男人身上。作为一个男人，爸爸深知男人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靠的。在病床前。” 虽然爸爸已经非常虚弱，但他仍然紧紧拉着我的手，跟我说了许多话。我将爸爸说的每一句话、每一个字都牢牢记在心里，从未敢忘记。至于王璐会不会背叛我，试一试便能知晓。我告诉王璐，我打算在休息一段时间后就回去管理公司。他的表情显得有些勉强，但也没有反对。 王璐啊，王璐，是不是尝到了权力的滋味，所以舍不得放手呢？刚加入公司时，你对许多事情一无所知，缺乏全局观念，是我亲自教导你。无数个日夜，我带你参加各种应酬，向你介绍所有的人际关系，甚至还专门请了一位职业经理人协助你共同管理公司。然而，仅仅四年时间。 你就忘了这一切。我能让你坐上这个位置，同样也能将其收回。第二天，我和王小林一起去逛街，他显得有些受宠若惊。你来这儿这么久了，还没带你出去逛过呢。我边搂着他的胳膊，边笑着说：“长得这么漂亮，应该好好打扮一下。”我们一同前往了市区最大的奢侈品商场。 刚一进门，销售人员就热情的围了上来，一款接一款的当季流行服饰在我面前展现出来。我随意试穿了几套，然后全部买下。我挑了一条黑色裙子，让王小林试穿。他有些害羞的去试衣间换上。当他出来站在镜子前时，他一直凝视着镜子里的自己，长发披肩，青春洋溢。 腰身纤细，皮肤白皙，是个水灵灵的女孩子，真漂亮，就买下来吧！我鼓掌笑着说：“这么美，我都心动了。男人要是见了，肯定会被迷住的。”小林，你应该好好打扮一下。”王小林害羞的笑了笑：“谢谢嫂子。”当我去刷卡的时候，王小林吃了一惊：“这裙子要两万六？”销售员说道。 周小姐是我们的常客，我们可以送您一条丝巾，搭配这条裙子会显得非常漂亮。王小林被对方的目光刺激到，没有做声。接着我陪她去逛了珠宝店，随手一挑就花了八千。王小林变得越来越沉默，笑容也越来越勉强。我伸出手，展示着手腕上的镯子，感叹道。 女人的手啊，天生就是用来佩戴珠宝的。这个世界有钱才能过得舒适。王小林，你说对吧？王小林似乎有点心不在焉，他正盯着展柜里的一个钻石发卡看。那个发卡与欣欣失踪前戴的非常相似。女士，您要试试吗？这是特别款哦，全国仅有三个，因为高女士是 VIP 客户。 我们才特意拿出来给他展示的，销售员热情的说道：“我我不是了。”王小林连忙摇摇头，甚至往后退了一小步。一枚发卡，一万八，这是他无法想象的。把它装起来吧，我平静的说。等我们离开商场，所有购物袋都已经放到了车里。我有点疲惫的靠在座椅上说：“小林，跟你说实话。” 自从欣欣失踪后，我多少次想过自杀，但是一想到如果我死了，我的这些钱不就便宜了王璐以后的老婆吗？嫂子，你现在的生活这么美好，不必去想那些事情。我哥一定不会亏待你的，你放心吧。王小林赶紧安慰我。回到家后，王阿姨简单整理了一下行李。 我们准备去附近的温泉山庄度假。上路后，我打开手机，王阿姨已经在各个房间都安装了摄像头。什么？出去一个下午就花了好几万，我婆婆气得脸都白了，不停的在地上转圈。天哪！就算有一座金山银山，也不够他这么挥霍的呀！我哥王璐辛苦管理公司。 我嫂子却花钱毫不手软，王小林有些愤愤不平地说道：“得赚多少钱才能够满足她的花销啊？”王璐皱着眉头说：“这几年我一直在管理财务，我对海静的资产情况非常了解。他的流动资产最多也就几十万，怎么能承受这么大的消费？”是的，在王璐面前，我一直都表现得很节俭。 王小林微妙的说：“哥，会不会我嫂子瞒着你，还有个小金库呢？”王璐的脸色逐渐变得沉重，显得很烦躁。怎么可能？海静一直都很信任我，而且在我们谈恋爱的这些年里，我对他们家的情况了如指掌。婆婆不满的说：“这些钱都是我们老王家的，你可得看紧点。如果嫂子真的信任你。” 为什么还要回公司？王小林低头说：“我们村的男人们哪个不是言出必行，威风凛凛的？可你在嫂子面前连个屁都不敢放，住口！”王璐愤怒的说：“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就算你给我生了个儿子，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娶你。”听到这里，我的心情起伏不定，被牵扯着，痛苦不堪。 王阿姨紧紧拥抱着我，给我依靠。我默默的看着窗外的车流，在夜色中平复心情。二十岁那年，我爸爸去世，王璐说他会成为我一辈子的依靠。二十四岁，我嫁给了他，王璐承诺会一辈子爱我。二十六岁，生下欣欣，王璐对我说，他会在这一生中对我和欣欣好。 在三十八岁的时候，仅仅因为钱，我终于看清了这个男人的真实面目。王璐，你心中的我始终是一个天真无邪、愚蠢的富家女。然而，你却忘记了，自从六岁起，我就跟随父亲身边，听他讲述人心险恶、伤海沉浮的道理。我其实比你想象中要聪明的多。那天晚上十二点。 我从监控画面中看到王小林推开了主卧的门。王小林身穿我赠送的黑色连衣裙，把头发扎起，露出美丽的颈部。哥哥，让我今晚侍奉你吧，只有在我身上，你才是真正的男子汉。王璐挣扎了一下，很快就沉浸在了欢愉的海洋中。不知何时，泪水已经湿润了我的脸颊。 十八年的婚姻感情，在这个夜晚戛然而止。得知王璐背叛我，与王小林勾搭后，我心中早已有了一个计划。这两人因贪图利益和欲望而走到一起，那么我就要让他们如同渔网中的两条鱼，为了争夺一颗诱饵，最终导致两败俱伤。我想让王小林主动告诉我欣欣的行踪。 自从那晚王小林陪伴王璐度过后，她身上总是出现新的衣物、新的饰品，打扮的越来越美丽。小林，你真漂亮，我赞美着她，忍不住羡慕的说：“看看你这身材，要是我也能像你这么年轻就好了。”哎，再多的钱也买不回青春啊！王小林害羞的说：“嫂子，我交了个男朋友，这些都是他给我买的。” 男人呀，一旦尝到了偷情的甜头，就无法自拔了。就像现在，我下楼和王阿姨散步，监控里王小林还能在洗手间里挑逗王璐。不得不承认，王小林还是挺有手腕的。等他们事毕，我才回到家，手上还拿着一个快递包裹。老婆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王璐好奇的拆开快递。 我坐在沙发上，笑着说道：“哦，最近不是很流行做基因检测吗？据说可以提前预测一些基因疾病，所以我就用你们用过的牙刷去做了个检查。”王璐紧握着快递，突然用力，手背上的青筋凸显，僵持不动。王小林正在拖地，忽然抬头看向那个快递信封。我婆婆紧紧的握着遥控器。 仿佛被人抽走了灵魂一般，哈，真有趣，太有趣了！三个心怀叵测的人，王璐害怕我知道王兴是他的孩子，而王小林则担心王璐发现王兴并非他的亲生儿子。至于我的婆婆，她害怕的是我会知道王小林和王璐并非真正的兄妹关系。王璐，你咋了？我走过去。 试图从他手中接过文件袋，你的脸色看起来很不好，是不是身体不适？我使劲一拉，把他手里的文件夹夺了过来，迅速拆开。所有人的基因检测结果和亲属关系都清晰的呈现在报告上。我看着报告上的字，假装震惊的看向王璐。王璐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竟然瞒着我！ 我的眼泪顿时涌了出来，哽咽着说：“王璐，你你，我悲伤的无法说话。”王璐的嘴唇在颤抖，他紧紧抓住我的胳膊，哀求着：“老婆，你听我解释，那真的是个意外。星星是我和王小林的孩子，但我们只发生过那么一次，我当时糊涂了，求求你原谅我吧。”王璐害怕的不得了。 甚至跪下来求我。我明白他所害怕的就是失去眼前的荣华富贵。哥，王小林突然尖声喊了出来，脸上的表情变得更加慌张。我露出一副困惑不解的样子，难以置信的说：“王璐，你在说什么呢？这份报告显示，你和王兴也没有血缘关系啊！你，你竟然和王小林？” 王璐愣住了，他粗暴的抢过那两张报告单，反复查看了好几遍，血液涌上了他的脸颊。王璐如同失控的野兽般，猛地冲上前，抓住王小林的头发，狠狠的扇了他两个耳光。该死，你居然骗了我这么多年！王鑫根本不是我的儿子，我的一切都被你毁了！王璐疯狂的痛打王小林。 这就是我多年来深爱的王璐，摘下面具后竟是如此粗俗的男人！我婆婆痛哭流涕，喊着：“这是报应啊，都是报应！”哎呀，原来我婆婆也不知道王小林的孩子并非王璐所生，这个秘密藏的真够深的。王璐，你真的让我太恶心了！我捂着脸哭着说：“你们整个家族。” 都让我觉得无比恶心。王璐听到我的哭声，恢复了理智，跪在地上求我：“老婆，你打我吧，我发誓以后再也不敢了。看在欣欣的份上，求求你原谅我吧。”欣欣回来后，他不能没有爸爸呀。我哭得更加伤心了。欣欣，我的欣欣到底在哪里呀？王小林被打得遍体鳞伤，坐在地上。 茫然失神，他所有的梦想在这一刻都化为泡影。我当然不能让他彻底死心。如果欣欣能够回来，我愿意倾尽家财去寻找他。我泪流满面，呆呆的说道：“哪怕只有他的一丝线索，我也会给钱的，多少钱都行。”我对王璐说：“为了欣欣，我可以原谅他这一次。” 王璐痛哭流涕的告诉我，他发誓会爱我一生一世，绝不再背叛我。我紧紧抱着他，泪流满面的问道：“是不是王小林勾引了你？”我真的好恨他，他毁了我们的家，就是王小林勾引的我。四年前我在家喝了点酒，他就爬上了我的床。老婆，我一定会让他受到惩罚的。如果不是他。 我绝对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。”王璐愤怒的说道，“这个女人心机实在太深了，我得到了想要的结果，于是放手了。”王璐在之后的日子里，我雇了人来监视王小林，他一无所有的被赶出家门，没有什么学历，只能找到一份服务员的工作。王小林怎么可能心甘情愿？王璐确实是个狠角色。 找人到王小林的工作场所捣乱，让他丢了工作。无论王小林找什么工作，王璐总能第一时间让他失业。渐渐的，王小林甚至没有了住处，只能带着王兴住在天桥下。尽管如此，他仍然不愿离开这座城市。我坐在车里，看着几个流浪汉朝王小林走去，快走，别碰我。 王小林害怕的躲闪着，王兴被吓得大哭起来。我撑着伞走过去，司机紧随其后。司机高大威猛，手持棍棒，将那些人吓跑了。小林，真的是你吗？我故作惊讶的说：“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”王小林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，扑过来紧紧抓住我：“嫂子，救救我！” 救救我吧！我活不下去了，我真的快活不下去了。你勾引王璐，还想让我帮你？王小林，我为什么要帮你？我把他推开，我把王璐的那段话放给他听，听到了吗？王璐要置你于死地，毁了你的名声，让你在这个城市无法立足，让你滚出去。王小林听到那段录音，泪流满面，跌坐在地上。 喃喃自语：“为什么说是我勾引他的呢？那年他回家过年，是他强行抱住我说喜欢的是我，说只是想利用你家的财富。”王小林，你真是有点笨呢、啊！我挖苦的说道：“年轻貌美的你，跟王璐在一起这么久都没得到什么好处。如果是我，一定会抓住他的弱点，让他离不开我。我递给他一些钱。” 然后扬长离去。我坐在车里，看见王小林坐在天桥下，脸上的表情不断变化。他拨通了王璐的电话。通过监控，我看到王璐坐在客厅里，愤怒的说：“你竟然还敢用欣欣的事情来威胁我！如果不是你这个卑鄙的女人，我的女儿怎么会死？”我瘫坐在椅子上，四肢无力的无法动弹。啊、呃！ 剧烈的痛楚让我忍不住干呕，怪不得这些年王璐对找欣欣的事情一直不太上心，原来他早就知道欣欣已经离世了。两百万，你以为我是银行家吗？王璐在客厅里焦躁的走来走去，说道：“我只能给你三十万，拿到钱后立刻离我远远的。”在王璐和王小林确定交易地点之后。 我才回到了家，亲爱的，我给你煮了你最喜欢喝的汤。王璐热情的走上前来，快去换衣服吧，正好喝汤。婆婆已经被王璐送到了乡下，她现在一点都不敢得罪我。我坐下后，王璐露,露出为难的表情，说道：“老婆，公司最近资金周转有些困难，你能不能先给我三十万？”嗯。 明天我会给你转账。我随手打开了电视，恰巧切换到了一部警匪电视剧。在剧中，一个角色神情狂乱的说道：“真是的，他是把我当摇钱树吗？先是十万，然后二十万，现在又要一百万。难道我这一辈子就要一直被这个恶女威胁吗？所以呀、啊，人不能给别人留下把柄。” 我一边喝着汤，一边好奇的评论道：“真不知道这个人最后有没有杀了那个女人。”王璐也在全神贯注的观看，我看到他的表情，心里暗自冷笑。王璐平时从不喜欢看这种电影，今天却看得如此投入。欣欣，妈妈一定会为你报仇。难怪王小玲敢向王璐索要三十万。 原来他已经联系上了他的前男友，也就是王兴的亲生父亲李自来。他是个混混，李自来为王小林找到了去东南亚的途径。他们计划从王璐那里敲诈一大笔钱，然后一起逃到东南亚去。收到这个消息后，我沉思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发了一条朋友圈，仅让王小林看得见。 我晒出了许多昂贵的珠宝首饰和银行账户余额，写道：“要是钱能换回我的女儿就好了。”没过多久，王小林便给我打了个电话，电话那头传来他的声音：“嫂子，你给我一百万，我就告诉你欣欣在哪里。”我故意表现的很激动的说：“真的吗？王小林，你是怎么知道欣欣的下落的？” 我怎么才能相信你呢？随后，王小玲给我发来了几张照片，照片里有欣欣的发卡和她失踪时穿的衣服，那件蓝色的小外套可是她最喜欢的呀。那天出门前，她兴高采烈的跟我说：“妈妈，我要穿最漂亮的衣服去见爸爸。”然而，谁能料到，我的欣欣竟然死在了她爸爸和她爸爸的情人手中。 嫂子，现在你相信了吧？王小玲告诉我具体的时间和地点，信誓旦旦的说：“你给我钱，我就告诉你欣欣的消息，我绝对不会骗你。”挂断电话后，我痛哭失声。这四年来，我一直在思念、痛苦和抑郁中度过。我真想从楼上跳下去，去陪伴他，但我不能。 我要亲眼看着那些恶人得到应有的惩罚。王小林让我去一个偏远的小镇，带着一百万元现金给他们。我驾车前往那个偏远的小镇时，来到了一个非常荒凉的村子。我在车里被蒙上眼睛，没过多久就感觉到有人捆绑我的双手，将我推下车。大约走了二十多分钟后，我被解开眼罩。 用胶带封住嘴巴，被关进了一个小屋子里。王璐被蒙住眼睛，绑在板凳上。李自来是一个染着黄发、有纹身的高大男子。王小林换上了一条漂亮的裙子，走过去狠狠的给王璐一个耳光，一个接一个，还不够，他打个不停。明明是你先碰我的，还说我勾引你，王璐。 你就是个窝里横！”王小林咬牙切齿的说，“当初是你怕周海静发现你睡了我的事情，让我瞒着。”王璐气愤的大声斥责道，“你还好意思说？不是你先爬上我的床吗？背着我生下孩子，让我无法选择。”王小林当下就笑了出来，“我也没料到啊，你表面上对周海静死心塌地的。” 我只是稍微试探了你一下，你就露出马脚了。但绑架欣欣的主意可是你那个好娘想出来的。我听到这里，全身都在颤抖。王璐沉默了片刻，说道：“那些事情都别提了。”王小林拿了钱走吧，凭什么不提？我就要提。王小林瞥了我一眼，露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快感。 我第一次见到周海静时，我心想，什么时候我也能过上这样的生活？直到有了王兴，我就知道我的机会终于来了。只要打败周海静，钱财就会归老王家所有。欣欣失踪后，再把王兴过继过去，就高枕无忧了。周海静的身体状况不佳，这正好让你们有机可乘。我看着王璐。 他的表情异常平静，平静的让我感到恐惧。只是提了这么个建议，你就心动了？王小林笑着说道：“你偷偷给欣欣打电话，让欣欣去乡下找你，还让他瞒着周海静，说要给周海静一个惊喜。”别说了，你给我闭嘴！王璐无奈的大吼着。王小林更加兴奋了，你还告诉欣欣？ 路上看到一个穿红衣服的稻草人，就立马跑下去。我们俩就躲在玉米地里，看着欣欣朝着你跑过去，然后带走他。可是啊，谁也没想到，你这个女儿警觉性很高啊，连你这个爸爸都没那么信任，竟然拼命的挣扎着要去找周海静。你怕周海静察觉到，就那么捂着他的小脸。 我的眼泪不断的流下来。原来在那天出发之前，欣欣神秘兮兮的对我说：“妈妈，等我们见到爸爸后，有个惊喜要给你哦。”他那么甜蜜的拥抱着我，期待着王璐为他准备的惊喜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教导欣欣，无论遇到什么人，都要注意自己的安全，千万不能去陌生的地方。如果心里感到害怕。 一定要大声呼救！那天，欣欣虽然不知道王璐要做什么，但本能的感到害怕，想要反抗。哎呀，谁能想到你竟然那么狠心对待欣欣？我闭上眼睛，试图缓解痛苦的情绪。然而，王小林又接着说：“最可笑的是，你明明知道周海静身体不能再生孩子，还做了手脚。王”王璐。 最恶心的人就是你！你想通过流产彻底摧毁周海静的身体，最好让她抑郁到自杀，这样你就满意了吧？浑身的寒气让我逐渐平静下来。王璐一再表示想要再生一个孩子，重新开始，这都是假的，一切都是虚假的。王小林走上前，猛地摘下王璐的眼罩。 王璐看着坐在对面的我，整个人犹如痉挛般，面目可怖。王璐，畜生，你就是个畜生！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，朝他痛斥。王璐满脸痛苦的说：“自从我跟王小林发生关系后，我每天都提心吊胆，生怕被你发现。”周海静，你无法理解这种痛苦和折磨。 和你在一起十八年，吃饭、睡觉，无论做什么都是迎合你的喜好。住在你的房子里，到你的公司上班，你以为我真的很幸福吗？吃软饭还能吃得这么理直气壮？王璐，你真有本事。那么，你就是杀了欣欣的凶手吗？我瞪着他，恨不能把他撕成碎片。王璐愤怒的咆哮道：“我本没想杀他。” 我只是想让他暂时消失，可是谁知道欣欣听到你喊他的声音，突然就开始反抗了。面对这样的王璐，我早已无言以对。突然想起一本书中的一句话：“你永远无法预料那些看似与你亲密无间的人，在背后对你究竟有多大的恶意。”至于枕边人究竟是人还是畜生？ 只有走到路的尽头，才能看清楚。一直在旁边守候的李自来嚼着口香糖，感叹道：“真是一场大戏呀、啊！”看了看时间，他说：“好了，戏也看够了，该走了。”自来，给我把他的两条腿打断！”王小林拿着一把水果刀，恶、呃、狠狠的说道，然后把周海静的脸给划破。王璐却显得非常镇定。 说道：“李自来，再加一个任务，把周海静也带到东南亚去。我会多给你两百万。”好嘞，陆哥真大方。李自来说着就去解开王璐的绳子。王小林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一情景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王小林回过神来，拿起水果刀瞄准王璐刺去。 王璐毕竟是个男人，拼尽全力站起来，向王小林猛的一撞。我看着他们两个人相互残杀，心中充满了悲凉。李自来嘟哝着说：“不是说演戏吗？怎么打的这么狠？”他用手帕捂住我的脸，让我昏迷过去。在我倒下的那一刻，似乎看到了欣欣的笑脸，他甜甜的叫着我妈妈。 我一直觉得小静这几天的举动有些反常，做什么事都心不在焉，问他也不肯说。王阿姨哭得悲痛欲绝，原来小静遇到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我就觉得有些不妥。幸好我机智，在她的手机上安装了一个跟踪软件。我现在躺在病床上，昏昏沉沉的，头痛的很厉害。 等警察离开后，王阿姨在我耳边哭泣着说：“小静，那个恶人王璐没能救活，已经死了。王小林也残废了。警察把那个老太婆抓起来了，她把所有事情都供认了。原来是他们一家人共谋害死了欣欣。”我紧闭双眼，泪水止不住地流了出来。其实我一开始就知道，王小林一个人办不了这件事。 在出院之后，我向慈善机构捐赠了五千万元，用以帮助那些孤寡无依的妇女和儿童。我行善积德，希望欣欣来世能有个美好的归宿。在找到欣欣的坟后，我和王阿姨在山上陪她了很长很长的时间，直到天色渐暗，我们才离开。在路上，我听到一个婴儿的哭声传来。 我顺着哭声走过去，发现一个被包裹在襁褓里的孩子，他的脸涨得青紫，少了一条胳膊，看起来应该是个被遗弃的婴儿。我弯腰把他抱在怀里，他立刻感到温暖，不再哭泣，睁开双眼看着我。我将脸靠在他的身体上，感受到一股微风从身旁掠过，或许这就是我所接的善果。 这将成为我余生的依靠。